就看你走的赶忙下来了。吃早饭喽！跑到现在才吃早饭。这个是菠萝蜜那个什么胡子啊？去公司把自行车骑过来哈。走吧，又要买菜喽，我们家每天都要买菜，新鲜的菜，每天吃菜。有一个无花果又要熟了。无花果挺好的，一年见两季。我在干活，你看乌龟一直在这里晒阳光。你看他的头一直对着这个大门口看，李主任去买菜了，他在等李主任回来。你看，一动不动的啊。回来喽，买菜回来喽。然后去快点土撒在老子上面晒太阳了，好，晒太阳吧。这个忙着吃中饭的。你看龟龟扒在上面。我进去吧，进去吧，进去喝水。轻飘飘的就爬进去。哎，我来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家种的那一颗是什么辣椒啊？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家这个辣椒啊，看看是什么品种，长得哇，好大！哇，大家看看啊，这颗辣椒哇，切好多啊，又高又大。吃饭喽！看看今天星期天中午李主任搞什么菜给我们吃。好，我来看看啊，这个是大蒜苗炒豆干，这个是刚刚割的韭菜炒蛋，这个是炒豆芽。哦，这个是硬菜是吗？猪蹄，猪蹄。哦，这好哦，这个还有几个蟹。今天这个蟹真的不错，好，吃饭吧，吃够饭喽，饱饭了。